看看我儿子，你看他多可爱啊！这么可爱的孩子，你为什么不要呢？我真的养不起他。一般来说，我接到的案子都是父母亲拼了命的在争取孩子的抚养权。像您这样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 求求你帮帮我，让孩子判给他爸爸吧。你好，我是天正律师所的赵律师，我是受黄娇美女士之托，就你们的离婚案给一些法律意见。请问孙先生，您有委托律师吗？我只想知道，这离婚以后孩子怎么判？由于你们的小孩子已经过了哺乳期。 根据我国婚姻法第36条第3款的规定，如果你们双方无法在抚养权上达成协议的话，法院会就你们子女的利益以及你们双方的具体情况来判决。小皮球跟着你姓孙，当初要不是你妈催着，我也不会生，你应该是你们姓孙的负责。当初有了小皮球，你不也是高兴的屁颠屁颠的吗？我是把他交给我妈去照顾，宁可死活不让。现在要离婚了，就变成我妈的问题了，我孙家的责任啊！ 反正我不管，他是从你肚子里蹦出来的，你要么养。反正我不养，你自己养。你还是人吗你？你说是人话吗你？如果你们双方都不要小皮球的话，就交给法院去判决。赵律师，你一定要帮我打赢这场官司，一定要判给他们，让他来负责判给他们。我没有固定的工作，另外，我还欠了一屁股狗屎债，说不定哪一天出门都被人家砍死了都不知道。赵律师。 我也跟你说过我的情况，我挣的钱连我自己开销都不够。关键是我的父母都不在了，我上班了，小皮球谁来管呀？哎，他们家好歹还有奶奶照顾他，他们奶奶还有养老金呢。离婚了，你还惦记我妈的养老金啊？那点钱还不够给她看病了。何况啊，我妈都70多岁了，哪有精力的照顾小皮球？法律的判决会考虑几个因素：第一， 是你们的经济条件。第三就是你们受教育的程度。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，孩子的意愿。综合以上因素，他们会将抚养权判给最有利于子女未来成长的一方。喂，什么？严重吗？啊，好，我们现在就过去。孩子他爸，孩子在幼儿园摔倒了，老师让我们过去。 别哭了，我陪你去。喂，你好，我是赵苏杭。我2个星期前参加你们公司证券部的非诉律师考核，一直都没有回音。我想问一下原因。我们已经发出录取通知给通过考核的新同事了。如果您没有收到通知，可能您不太符合这次应聘的要求。那我能知道具体的原因吗？你好，是这样的，我们这次应征者大部分都有过最少2年以上的非诉经验。 您虽然也从事了法律工作多年，但主要只有婚姻诉讼这方面的经验。这次我们要聘请的人数不多，只能挑选最符合职业专业要求的2位，希望将来有机会再和您合作。好，谢谢。 喂，赵律师，我现在在港龙医院，能麻烦您过来一下吗？好，我马上到。服务员，买单。赵律师，赵律师，你总算来了，他打我，他打我。你们不是都离婚了吗？还有什么好吵的？ 我这几天要加班，我让他帮忙看几天孩子，可他居然要我给他钱。你
你可以告他家暴。我告他，那孩子能判给他吗？这不会，法官会基于孩子的安全问题，不会把他判给一个有暴力倾向的人。那我不告了。为什么不告啊？这种男的就是要告到他倾家荡产，让他受到法律的制裁啊。赵律师，其实我也有暴力倾向，我这一激动起来，我也控制不住我自己，我把他爸爸也打伤了，真的，我这暴力倾向也很严重的，你帮我也跟法官说说，说我有暴力倾向。你也有暴力倾向？嗯。那你们两个挺般配的，不用离婚了。哎，赵律师，你别走，我现在就只有你一个人能帮我照顾孩子了。我没有时间帮你照顾孩子，我也要上班，我哪有精力帮你照顾孩子啊？我在这里就只有小冰有一个亲人了，我没有其他朋友，我就认识你，赵律师。医生说我脑震荡，我要住院，我这样子没办法照顾他。明天不是星期六吗？就一个周末行吗？求求你了，我星期天一出院就把他接走，我求求你了，小冰行，孩子。来，跟赵阿姨回家啊！你跟赵阿姨一个周末好吗？去她家，让阿姨照顾你。妈妈没办法照顾你啊！你乖。好，就一个周末啊！一个周末啊！快，就一个周末。等会儿耍啊！哎，啥？快点！哎呦喂，这怎么大晚上帮人睡觉啊？大家都齐了，我给你们宣布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啊！你们看这是什么？两道杠。哎，行，哇，都怀上了，爸妈啊！哎，不是，你要不在剧院再查查吗？这。大家在空欢喜，阳性，你真怀上了，行大哥，恭喜你，阳性，闲着吧，妈，虽然我怀上了，但是我不如咱家爽，人家一怀就俩，哎呦呦，一个就行，妈。你们是想要孙子还是孙女？哎呀，不管是孙子孙女，都可以，都好着呢，好着呢。我其实是挺知足的，甭管男女丑俊，只要健康就行。嗯，对，健康就行。